我到处看建设，尤其交通建设，无一位对一个讲免的啦，敢若像龙市的卖场讲免啦，啊，我拢听有啦，免讲遐济，我一个听就知影啦。啊，即款交通建设，就是愈早用好愈好，愈早用愈好做啦，愈济人，交通愈塞，啊愈歹做。啊，但是要好要歹，要紧要慢，啊，拢敢若差伫钱尔啦。啊，这钱得落，就是专人。好难啦，啊，人去你别位，搁排挤别位，安尼简单就是几项啦。所以若要创个较紧嘞，真正着感谢处长吼，着创个较好。所以今仔来，就是因为过过几工，这二期四期国发会特别专案审查啦，啊，所以大家资料准备好好吼，啊，这個、工程应该安怎样买啊？收买所在唔通伫遮解决遮塌阿衰塌地。买啊，遐买溜袂收煞，他都啊立委讲的意见，啊，这处长嘛内行的，啊，这咱伫遮，这南处长甲署长嘛知影，伫这做一摆，就较有远见的，啊，解决了较好。唔通讲啊，伫这部分解决啊，全买啊，他伫啊，我感觉这款投资拢足必要的啦，吼、哦，因为这款建设拢真需要一摆规划甲。等较有魄力个，啊钱，规个都做到地，传到地，吼、哦，拢真有价值个。所以今仔特别来，加对现场工作人员表示感谢，啊也拜托大家，即拢真好个代志，啊大家较骨力力，啊较辛苦，啊较拍拼，啊以后大家来咧行路，带囝带孙拢会当讲一条路恁爸当时拍拼做个安尼，就较大声安尼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托大家。